教同学们来弹唱这一首很多年前非常流行的歌曲，叫做 Innocence 啊。它的这个和弦呢其实不多，大家首先记住四个和弦就可以了。六级，右手弹拉哆咪，左手弹拉，然后四级，右手弹发拉哆，左手弹发，然后是五级，右手弹嗦西瑞，左手弹嗦，再到一级，右手哆咪嗦，左手弹哆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四个和弦啊，只是它的顺序会有变化。首先第一段呢，我们是用到这个六级和弦开头，给它弹两下。好，然后再到四级和弦也是两下，一二，再到六级两下，再到四级。好，就这样循环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加入歌词了。Waking up and se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.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, I know it's so great. Slowing down, I look around and I'm so amazed. Think about the little thing that makes life. 好，到这一句我们循环就结束了，要到五级和弦上去啊，五七二，然后弹四下。Great, I wouldn't change a thing about it. 四级这里是弹四下啊，然后再到五级也是四下。This is the best feel. 好，然后往下走是四级弹三下，再到五级弹一下啊，把它连起来。Feel it. 五级。好，接下来就到我们的副歌了。副歌是四个和弦循环啊，六级、四级，然后一级跟五级，每一个都是弹两下。接下来我们就换一套和弦，四级跟五级跟六级，把它们三个连起来。 And I hold on to it, don't you let it pass by. 注意这三个和弦，四级跟五级我们是敲四下啊，到六级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它按住不动，让它有一个结束的感觉。当然最后这一句其实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个尾奏啊，就是跟前奏是一样的。它是怎么弹的呢？左手拉和咪不动，右手弹一个西哆西嗦西哆，先弹左手啊，拉咪下去西哆西嗦西哆，下一句左手发哆下去，右手接一个西哆西嗦拉，你就记住这两句，然后它们也是循环的。你看，重复一遍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进入到下一段了，它的和弦就是一样的啊，所以整首歌的和弦它并不难啊，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弹出它的一个氛围，它的感觉。如果大家有遇到任何的问题，可以给我们私信或者留言。好，今天的教学先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